能随意拉伸、五倍发泡的解压神器，真是好玩到停不下来呀！这是欧小姆的发泡泥，无硼砂、无甲醛，真正做到了安全无毒。发泡款一共有四个颜色，每盒都送2张起泡贴，每个颜色对应一种味道，味道很好闻，淡淡的，不刺鼻。我们先来看这个蓝色泡泡浴款。拉伸几次就可以轻松起泡，多拉伸几次就可以达到绵密的奶油质地，可以拉得很长，即使快速拉伸也不会断。可以自己玩，超级解压，或者和小伙伴们一起玩，相互配合或者比赛，都超级有趣。提个问题。发泡泥在发泡以后体积会变大，要如何放回盒子里呢？视频结尾告诉你答案，点兵点将就决定是你了。我们再来玩粉色棉花糖这款，草莓味儿也太好闻了吧！多次拉伸让它发泡，这质地简直和棉花糖一模一样啊！哇！不断拉伸和随意挤压的过程，真是超级解压。我把它缠在手上，也可以轻松拿下来，一点也不粘手。塞不进去不要急，你只需要反复挤压发泡泥，就会发现它在逐渐变小。等气泡消得差不多了，就可以放进去啦。粉蓝放在一起还挺好看，今天我们先来玩这两个，下个视频再安排另外两个吧。